其实他就是脸其实有点痛苦的挣扎的样子，然后手是有点往两边开开，所以其实有没有真的拉到他的脚，其实应该是 大约判的状态，其实是没有拉到脚。那时候我是坐在石头边玩手机，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已经都沉下去了，所以过程不知道，因为其实这个过程状况其实只有应该只有当事人知道吧。其实我们在旁边看的，其实看是看这样，但是其实我们旁边实际上只有当事人知道，是我老公先下去的，再来呢？再来就是孩子的爸爸下去，孩子爸爸对。然后孩子再来就孩子怎么下去的我是不知道，我当下没有看到。了解。你现在说你老公有拉小孩子的脚，有这回事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他说他跟你们没有很熟，他怎么会在一起烤肉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工作上认识的，但是为什么会一起约去烤肉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西边真的呼吁不要，因为溪边哈，阮伫遮大，你敢知叫讲，他没有十五分钟就很满了哦，满到有一次我蹲下去就看到水，十五分钟就退了很快了。哦，就这边的水来得快，去得快就对了。真的，哎呀，游泳嘛，我当时不安全啦，尽量去游泳池是最好的啦。在这里我就真的很生气，说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真的不要打119，但是。我觉得烤肉了，说是你玩水的时候不要再来了啦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在我这里住二三十年，真的发生差不多平均几年就有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就同一个地点这样。对。所以大姐你是希望讲呼吁，就是民众真的不要来了啦。真的不要来了啦。一边烤肉，我们家就连烤的货，干嘛要带下去了？不是我喜欢管闲事啊，真的是让他们的安全。所以这边是平均多久发生一次？我知道的是已经五六件了。就是你来家住二十年。记得的是这样啊，不记得